《镜周刊》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Novi。脏皮是打败了无趣魔，脏皮是王子心上魔，焦虑病毒咬了剩一口。特别表演、这次应该会有一些我们之前歌，然后做重新改编。新的一年要给大家一个新气象，那我们希望这次可以弄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巡演，这样。大贾斯汀还没回讯息，对，我密他，他还没回，他还没回。大贾斯汀还没回 ，Post Malone 也都已读。对啊，哇，还有已读，还有已读，开玩笑，没有没有。小鲜肉，我觉得是可能年纪啊，我觉得可能是年纪啊，但是我个人喜欢当鲜肉，对不对？啊？总比老腊肉还好吧？总比腊肉还好啊！还是你有什么想要的称号？先这样子好，先这样，快过了，对，所以我们要珍惜一下，对啊，可能没剩多久了吧？你过了吧？啊，你应该已经过了啦，你过了啦，小鲜肉，最受女生欢迎的，你对，没有啦，因为 JK 啦，就是他的 JK 吗？差不多吧，你最喜他？我觉得看状况啦，就是。真的是啊，就这样了、啊，这答案就是定了。他，我们工作人员有给他一个封号叫 J.K. 罗兰，就是日本那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牛郎，因为他的发型吧，还是就是他有一个魅力，他有一个有一种魅力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每次看到他，我都自叹不如。放弃歌手，你说啊，你之前有歌手没有吗？之前是没有，是没有自残的习惯这样。啊，没有没事，放弃歌手嘛？我觉得没，你们有吗？我是没有，是没有啊，会有吧？我没有，完全都没有啊。我觉得说我没有放弃想要做音乐过，但是不是歌手无所谓。如果我有能力还有才华的话，我就继续做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要认清自己也没有那个才华嘛，那就可能要做别的什么。但目前我觉得还可以胜任。我小时候很喜欢被搔痒。好恶啊！天哪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会觉得有一个很开心吧，就是别人用到我痒处，我就会，我虽然会挣扎，但是我会觉得很舒压。现在喜欢吗？现在不喜欢，现在搔痒我就揍他。我会咬指甲，从小到大都是。改不掉这个习惯，其实我也不是没安全感，我就是想咬，我就是肚子饿，有时候会帮他们修啊。你看他现在就太短了，你下礼拜来找找我，要预约才预约制，要预约。我会闻自己的臭味，比如说腋下，喜欢闻自己的脚啊，就享受那个酸酸甜甜的感觉。其实有时候这是一个吸引力，那是我的荷尔蒙释放出来的一些我的味道，然后我再把它吸回去，我造成一个循环。对，所以等于说什么肥水不落外人田，所以我会在持续在保持我的新陈代谢，还有我自己体内的一个循环，不吸白不吸，不要浪费。好，下一个，很爱发呆吧？对，可以回放一下我发呆几次，应该有十几次。活在第一次。那你发呆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叫你？是不会啦，不会打扰他，不会打扰。那最好的，谢谢。